那我们马上来进行青春组的卡位赛，我们马上来介绍我们的魏明哲、潘俊南，来保送候选人刘嘉瑜，还有不太习惯哦。Hello， 巴哥巴的们的们，大家好，我来自印尼刘嘉瑜。耶！巴哥哟，我是冰冻人，不是冰冻来潘俊南。来请问咱的刘伯哈，最近哈在厝里听讲你有放香水百合哦。对，就是人家讲的，看运气会比较好这样子。他真的很信这个。人讲啥，咱来做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听说最近为了这个拼呢、啊，这个比赛呢，是都不看电视哦。对，就是以前我是电视翁，我是电视翁。很多称号哎哦。我是很喜欢看电视，然后就是为了这个比赛，我真的没有看电视。到现在几个月的半年多了没有看电视、哎、就是怕分心，就一直练歌一直练歌专注，哇嘿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已经到了魔鬼训练了哈，所以没关系，他位置还没有坐热，今天拼一下好不好？好 OK 好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骄兵必败，他上礼拜这样一冲过，有没有马上就打一个金牌挂在他的项链、他以为这样有用，太不会了，不好，两个是乡亲哦，人乡亲啊，骗富的啦，骗富的啦，我们是普陀的哦，我们是普陀的，我都挂啦。哦，我喜欢给明星明星的哈，拍谁拍谁。大金白，两个都这么强啦，你看看上个礼拜潘俊南还突破了24分，我觉得这个战局呢，我非得要请出宝岛歌王来处理才可以。宝岛歌王没事，我别讲的呢。欢迎。有宝岛歌王之称的小叶启田、方丰源，有请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我来自台南的方丰源，打给我。嗨，今天就精彩了。是，你不要再秒播嘞。啊，你请着啊，对吼，一道长嘞。你好不会嘛？啊，你在秒胡些什么？我们市里面哈，就是服一些信众哈，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。是啊，他也在庙里面服的。刚刚好啊，新民有机器现在不？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哈，主要是要走五方了哈。就是那个南方发火，南方发火的功哈，它的源头是从南部上来。中方那个中波哈，中方卡起，所以我们弄一个小道场在那边。北方发生了，就是北部他说一定要来上一个。弄一个声音出来，我只要想一波吼，想到尾啊，嘛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声音，就安尼轻轻空空的来啊。咱的这波已经真正就台湾文化，为着要来比赛，开团呢，开团呢，而且我还想这些理由，对对对，不，这是民，这是民有机器，有机器，这是大哥，这大哥吼，平手爱地天大啊，哎呦，这是这公书吼，个地主吼，机器吼。所以说才有这个机会哈，来参加这个比赛。你庙这代代志，奈为应来？对对，听讲神拢甲你背后开啊，因为哈，东方界气，我今年就闭三次关了哈，要断牲口意哈，要全部都要有无杂无念哈。是咱人吼，爱去努力所在。最后一个方向就是西方顺行啦，西方的西哈，去阿弥陀最后一条路哈。所以大家能够圆满吉祥哈，希望能够多多行善哈，像姚老师这样，很好哈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所以今天带来的是大悲咒还是那个？他是叶启田，小叶启田今天带来是那个我们宝岛歌王叶启田大哥的《炎灯情地》哦，哇，炎灯超像的情地，厉害哦哈！嘉宇，我这次带来的是后排拢是咩，就行我哎，后排拢是咩啦？人咩？挑战男生的歌啊！好，我今天嘛是唱阿给他大哥的《爱一碗犀利》，爱一碗犀利，后排拢是咩？因为炎灯情地。配的会上会。